后来专门咧评鉴着美食的米其林指南，去年甲台北的餐厅列入评比，讲明年嘛要来评鉴台中的餐厅，到时阵会当予全世界拢看到台湾真丰富的食食的文化。为观光客一定去的逢甲夜市啊，到多元的创意特色餐厅，台中的美食永远予你料想未到。好，米其林指南团队决定2020将台中嘛纳入比拼的都市。We look at the gastronomic scene of the city, and also we look at the potential for the next few years. That's why effectively Tanjong offers already this gastronomic scene and also potentials for the future. 很多的创意料理啊，主题餐厅啊，很多人都觉得到台中去可以享受到传统的美食，也可以享受到非常国际化的啊有创意的料理。依照经济部统计，2018年米其林指南发布了后，台北餐饮业者营业额比同期增加5%。米其林指南应该是替台湾的营销商加分。昨天有一组客人是从摩洛哥来的，10%到20% 是有的。然后像今晚上有一组香港的客人，他就是专程来我们餐厅庆祝他老婆的生日。今年评选嘛，头一摆选出台湾这个新秘籍，到各餐厅去拍分数。2020要世界看到更加多台湾的魅力。